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 实验室。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矿泉水，叫特斯拉矿泉水，网上特别特别火、啊。这个也是一个网友推荐我的开箱的。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大想去开箱的，因为这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测评啊，就喝一口就没了。这个我们先拆开来看一下啊。这个全网统一价38块钱啊，不管去谁家买都是这个价，这个属于垄断的啊。哎呀，这是它了，很小的一瓶啊，这个是概念是330毫升。这个叫一个像那个什么百岁山什么矿泉水，特斯拉火力泉，原产国塞尔维亚共和国，进口商是宁波的，保质期是18个月。最近得给大家看一下啊，把能看清楚，特斯拉火力泉天然矿泉水，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是它的主要成分，也没什么区别啊。它这里面的一些什么可能是离子可能比较多一些啊。啊，下面就要把它打开。打开，哇，看起来和普通的水没什么区别啊。闻一下它这个味道，也没有味道啊。这个我看了其他这个博主的开箱视频啊，好像是喝第一口有触电的感觉，然后往后呢啊就没有了。看一下，它里面感觉像是有漂浮物。下面我体验一下这个到底啊这个带电矿泉水这个触电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比较欣喜啊，来试一下。啊，这个我刚刚喝到嘴边啊，明显就是。感觉这个嘴唇这个位置啊，明显被那个像那个打火机的电子啊，啪一下打了一下啊。我再来喝一口尝一下啊。啊，第二口喝过之后，就是刚喝的时候，然后嘴边呢稍微有点给电了一下，然后就没了。我估计这东西可能就一次性了啊。我再喝一口尝尝，估计可能就没有这个被电的感觉了。啊，没感觉了。这个味道和那个普通矿泉水，说实话也没。太大区别啊，可能因为它是进口货吧，原因吧。矿泉水我和其他饮料喝起来，看一下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果粒奶油，然后这边还有红茶，然后再加上这个啊，我觉得这个三样混起来喝，这个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试一下啊，我先把这个矿泉水碾碎啊，然后这个果粒奶油、红茶，哇哦，这三样味道掺起来不知道这个效果如何。感觉有点像牛奶的一样啊，这个喝起来不知道感觉如何，我试一下啊。啊，它还是有那种矿泉水的那个说不出来的什么味道啊，感觉它把这个奶味还有这个红茶味道稍微的盖过了。再喝一口，没什么特殊的，38块钱一瓶呢，10毫升就是1块钱。它这个原理为什么只有当第一次才有电啊？这个实在是搞不明白。这往后就没什么感觉了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啊可乐或者啤酒啊，刚开始开启的那一下，然后突然有气刺出来一样，它这个应该是里面有电离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噱头吧，也不是很好喝。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到这了，谢谢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啊。